生中十普菩萨第五句看起，普音功德海常菩萨摩诃萨得于一众会道场中示现一切佛土庄严谢他们。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如以释多林会顿现一切净土，会会皆而啊，念念现书。这个意思我们能懂，境界不可思议。由此可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化身菩萨，特别是化身菩萨里面的地上菩萨，经上称摩诃萨了，都是登地的菩萨。通常我们对三贤位称菩萨，不加摩诃萨，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到初地以上呢，我们加摩诃萨，就是大菩萨。这些大菩萨了，已经契入佛境界了。那么我们这一段里面念的这些大菩萨全是等觉菩萨，与文殊普贤观音释智这个地位都相等的所以他们实际上其如佛陀的境界了。任何一会这一会呀，佛法里面讲一会，就是这个教学一个阶段。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定像佛讲华严，这是一会这大会，大会里面细分呢，清凉大师告诉我们有九会也就是说这一部经呢是世尊在九个不同的处所讲的。这个情形也很多这个分量少一点比较单纯一点的在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可以讲完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会。像以后法师大德门讲经过去多半是选在休闲的时候，中国在古代是农业社会大规模讲经这些活动都定在农闲的时候
大家呢有时间到寺院里面来参加学习。时间呢大概是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一年至少有一次这样的发挥。平常呢平常教学对象呢是以出家人为主。因为在家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有在这个长假的时候，在家居士们他们发心想听经。那么在中国过去道场多，这个各地方发起讲的经论不相同。那华严宗的这个道场讲华严经，天台宗的道场他还讲法华经，也有讲楞严经，净土宗的道场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喜欢听什么经呢，你就到哪一个道场去参学。可以在那里挂单，也就是我听这部经这个时间，这段期间我要住在寺庙里，寺庙里要分配我房间铺位。同时呢寺院也会分配一点工作给你做，像清洁环境呢，打扫庭院呢，也给你一个区域，你对道场有一点服务，生活起居跟出家人完全相同。这一部经听完了，那你就毕业了，你就可以离开这个道场了。这个我们通常称一会。那么像现在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可以利用网络，可以利用卫星电视作为远程教学。这是在过去实在讲梦想都想不到的，现在居然能够实现了。你在家里面如果有这一套设备，这些设备我想将来越来越进步了。影像音声画面呢越来越清晰，成本呢越来越低。在我们预想5年到10年之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这个设备。那么远程教学呢，这就比什么都重要。我在澳洲，澳洲南昆大的远程教学是世界第一，他们自己有卫星发射台，涵盖全世界62个国家地区，学生都不必到学校去，就在家里学习，在网络上学习，考试也在网络，毕业的时候学校把文凭寄到你家里来，那么他们在网接网络的学生有10000多人，成绩非常可观。我去参观之后，我就想到佛教将来教学一定要走这个路子。
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摄影棚，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的预备工作做好。我们储存软件呢，将来一有这个机会呀，我们就可以随着网络来播放了。能够由这个卫星电视传播了，那当然更好。现在的这个卫星电视限制还很多。你比如接收要用特殊的天线。圆碟的天线。要对准卫星。我想将来科技一定会进步到不需要用这个电线。像现在这个手提电话一样，会达到这样方便，用不着加装这些天线，都能够接触得到。所以那这个会呢就广泛的，就跟此地菩萨所说的一样了，任何一会当中他都能示现无量无边的佛菩萨的会堂，教学的场所，而且都能够互相连得起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菩萨的德号普音功德海床，我们看到普音这说法了，十方世界以音声为教体的，我想绝对不只是我们娑婆世界，一定很多很多凡是以音声为教体的全都连在一个网络上了。一个地方上课教学，尽虚空变法界都能接受得到无需要借用这些科学技术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需要借用科技的设备，佛菩萨不需要了，他们六根恢复了本能，就像弥陀经上讲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那些大众一样，人人天眼洞视个个天耳彻听天眼洞视就是能接收画面，天耳彻听就是能接受音声尽虚空变法界，任何一尊佛菩萨教学的场所都能够接受得到那么我们现在
这一种讲经的场所。试问能不能也像菩萨一样变虚空法界呢？给诸位说，在理论上讲呢，是可能的。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就可能呢。啊，为什么？我们六根是心现的，是识变的。啊，障碍在我们本身，在我们的妄想，我们虽然有妄想，发出去这个音声，这个形象，如果没有妄想的人，他能不能见到，能不能听到呢？可能呢。我们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说到西方菩萨境界，这些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六根通力啊，他要想到他从娑婆世界去的啊，从我们地球上去往生的，看看现在地球上家人的状况，他清不清楚呢？他看得很清楚啊，家里面这些人在这里聊天谈话，他也听得很清楚。所以古德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神明他们的色身跟我们的色身不一样，我们看不见他，他能看得见我们。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形象怎么不变虚空法界？我们的音声当然也变虚空法界。只是六道里面烦恼习气深重的众生，我们常讲自作障碍，他收听不到。如果我们要作意，那就更容易了。啊，作意什么？佛家讲的观想。我们在此地讲经，我的对象，我的听众是九法界众生，只要有这个念头啊，九法界众生真的就来了。怎么个来法呢？不来而来。金刚经上讲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取，自自然然隐现在这个讲堂之中，这个听众就多了无量无边啊。我们在经上读到维摩障师啊，维摩居士的那个小房间呢，只有一丈见方啊，那就叫方丈啊。
容一万多狮子座啊，他才能讲经说法。声闻菩萨都来听了，每一个人都坐在宝座上啊。长者这个小房间没有扩大，佛菩萨那个狮子座没缩小，小大宝儿啊！为什么呢？性现的，我们要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啊，体性上没有障碍嘛。啊，四相上也没有障碍，如果有障碍，这四事无碍怎么能讲得通呢？啊，障碍究竟在哪里来的，我们总要清楚，总要明了，妄想分别之中。啊，除去妄想分别之中，确确实实，这四无碍的法界你就见到了。啊，清凉在华严上说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是事事无碍的境界。啊，什么人能够见到呢？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呢？化身菩萨。华严经原教初住就入这个境界了。啊，在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里面的佛，离世无碍啊，四世无碍境界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但是他可以达到离世无碍的境界。我们凡夫不行啊，凡夫是处处都有障碍啊，六根没有一根没有障碍，一根妄念纷飞啊，昼夜不停啊，心不能清净，不能做到一心一念啊，这个障碍就是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要知道我们学佛真正做功夫就是做的这个功夫啊，啊，这是佛菩萨形象里头的根本啊。普音功德海藏菩萨他这一门我们应当如何学习啊？就我们现前生活环境当中，我们今天面对着摄影机，应当知道在网络或者电视画面上观听的这一些大众，我们都要想到啊，精神要能贯注啊，而不是一个人在摄影棚里面对着摄像机讲话啊，这样呢你的精神就不能够贯注
画面前面收看的许许多多的同修大众，我们应当要学习佛菩萨，这些大众如对目前啊，当然将来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跟各个大厂都能有双向的沟通，那么许多不同道场的观众我们在这里画面上也能看见啊，我们可以面对面呢讨论问题，面对面呢交换意见啊，这个小事情现在都不难了啊，但是这些设备要装设了也相当可观啊，费用可观啊，但是我们通通都要能想到才好啊再看第六位普智光照如来境界菩萨摩诃萨，得随诸如来观察甚深广大法界藏，谢陀们菩萨名号里的意思含得很深，普智光照如来境啊，确实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是菩萨摩诃萨的境界啊，这个不是一般菩萨了，他修学的法门随诸如来观察甚深广大法界藏，随诸如来啊，当然是得如来威神加持哎，他能做得到，这是我们应当学法学习的啊。怎么个学习法呢？要随顺如来教诲呀，如来的教诲现在都在经教之中，中文翻译的三藏十二分经教这是如来教诲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成见放下啊，自己的想法看法放下，不再随顺烦恼习气，完全随顺佛陀教诲，彼得诸佛如来
威神加持。普智光照菩萨如是啊，我们可以学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法界含摄无尽，故名为藏啊。啊，尽虚空遍法界，真的是包罗万象。这里面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境界，差别各个不同啊，去称之为藏啊。观察甚深，甚深什么意思？什么叫甚深？我们在大乘经教常常看到，彻发谛圆，那才能叫甚深呐！啊。彻发谛圆是什么意思？见心呐、啊，从法相上见到法性了，这才叫甚深，这才叫广大法界藏。相千差万别，现是一个所以能观察的甚深智慧啊，所观察的甚深广大的法藏啊。法界是一，所以称之为一真啊。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一啊，所以在现前境界里头，分自分他了啊，你我他了，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他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不能说没有啊，也不能说真有啊。啊，真的确实没这回事情。啊，妄想里头确实有这个境界。啊，这就是古德常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啊。啊，梦是迷啊。迷了的时候有这个境界，觉悟了就没有了。啊，那我要问，觉悟是不是真的这个境界都没有呢？不是的。觉悟了这些境界还现前，那怎么说没有呢？你心里头没有了，你绝对不会把这些境界放在心里
啊，所以觉后空空无大千，不是说大千世界真的没有了，啊，是你在做梦的时候醒了。虽然醒了，是在梦中醒了。啊，梦中说：“哎，知道我现在在做梦。”啊，在梦里头知道自己在做梦了。于是，对梦中所有一些境界，你的看法不一样了。啊，梦中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现在要你的头目脑髓，哎，你很欢喜，我行菩萨道，我给你吧。啊，为什么呢？哎，这做梦吧。啊，梦里头有个遇到一个老虎，老虎很饿，想到释迦牟尼佛舍身喂虎，我也来干一看，干一次也来舍身喂虎。因为你不再在境界里头起分别执着了，啊，你知道它是梦境，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插这一招，不晓得我们现前境界是梦幻泡影，啊，我们对于眼前的境界依旧是妄想分别执着，入不了佛境界，得不到大自在啊，得不到诸佛为神加持啊！佛教导我们应作如是观，我们也听得很熟了，但是没落实。啊，可能偶尔啊，很短暂的落实一下。啊，境界现前呢，又忘掉了。这叫凡夫，这叫功夫不得力。功夫真正得力了，真正落实了，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啊，你决定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对上面说的，你就确确实实常随佛学，菩萨在此地啊，随诸如来就是常随佛学啊。啊，自然是普贤十愿呢，都不难了。啊，那叫什么看破？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为什么做不到？没有看破。啊，佛是教给我们了。啊，落实才真正看破。啊，落实再放下。果然放下了，你随诸如来观察了，又要深一步了，深一层了。所以，看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又帮助你放下。菩萨修行没有别的啊，张家大师头一天就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了，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相辅相成呐，功夫不能间断，你就能够精进不懈，你的境界当然
不断向上提升。功夫出得力的时候，你明显的觉察一年一年不一样。年年境界不相同啊。从什么地方明显觉察到呢？从读经。同样这一部经。今年再读，比去年就明了更多一些了。如果你要是讲这部经啊，那就更明显了。你第二遍讲的跟第一遍一定不一样，有很大的进步啊。第三遍讲啊，比第二遍有进步，遍遍不相同啊。初学的同学要注意。你初学讲经的时候要做讲稿，要做准备。第二次讲不能用头一次那个讲稿，为什么呢？你没有进步，你要重新做讲稿，重新去准备，决定超过前面。这个工作至少啊要延续5年到10年，相当辛苦啊。这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就的人必经的道路。我们想偷个懒，那你就放逸懈怠懒散了，你不会有进步啊，很可能呢你就退转了，那就非常可惜。古今中外，说老实话没有例外的。我们跟一个老师学经教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教导我们，学生大概将近有30人了。那么到今天呢，再剩几个人呢？10个都不到啊！那些同学到哪里去呢？退转了。为什么退转了？不进则退。所以你们许多人知道啊，我非常感谢韩馆长我这个不退转呢是他帮助的，要没有他的帮助早就退掉了。为什么呢？没有讲台给你讲你就退转了，如果这个讲台常常中断你也不会有进步。所以我跟同学们说过，一个星期至少不能少过2次，你才能保得住。如果每个星期你能讲3次、4次，你会有进步，会有明显的进步。
讲台不能中断啊。啊，我到了这个年龄，在讲台上已经40多年了。啊，我还发心每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满300天。境界不一样啊。啊，你们同学如果仔细的听我讲经，常听经的，啊，你一定会发现月月不一样。每个月的境界都不相同。这才能进步啊！你要不认真，你要不努力，怎么行呢？啊，讲经没有听众，不怕。啊，现在你可以买一个小的摄像机，啊，摆在你面前。你把它接到电视荧幕上，自己讲自己听，不一定要有听众啊。啊，而实际上呢，要有人听啊，有鬼神听啊。啊，你多供一些鬼神的牌位。古时候道僧法师讲经没听众，他对石头讲啊，啊，所谓僧公说法万事点头，人不听啊，抬些石头来听吗？啊，我们可以抬些座位吗？座位上供上牌位吧，有什么不好呢？啊，一样非常认真，绝不含糊。啊，做充分准备。这样学才能学得出来。啊，所以现在科技发达，比起我们从前学习，真的方便太多了啊！啊，我那个时候学讲经，前20年都没有这些设备啊！啊，大概到10年才看到有录音机，啊，很笨重啊。圆盘似的，啊，那时候价钱都很高，啊，我们听众同修有，我讲经他们带来的时候来录，啊，这我看到的呀，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陈列，这才有电视。啊，那是美国纽约那边同修送了这一套机器来。啊，我们就做了个视听图书馆。这是台湾。啊，用电视，啊，用录音录像，我们是开端呢。啊，我们永远都没有中断过。啊，弘
法虽然没有间断，我们的福报还是不足啊。过去生中没有修福，啊，所以在这一方面，这个硬体设备这一方面，永远都是落后。啊，当然，这也关系到大众的福报。啊，大众没有福分嘛。护法是有一些很热心，不是一心一意来护持。啊，请法师讲经，好事情，都愿意做。啊，我在1977年开始，每一年都会到香港来讲一个月。这一边同修们邀请呢，啊，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护法发心的在这里建一个讲堂，啊，没有人发心，啊，到去年，啊，我们遇到陈老居士，他发心供养我们这个讲堂啊，啊，原本我们也想设立净宗学会，香港净宗学会，但是香港净宗学会这个名义已经有人注册去了。啊，所以我们只好改个名称，啊，改这个佛陀教育协会，啊，那么这样可以，啊，长时间在这个地方讲经上课。由于现在网络啊方便，啊，我们这个网络还算不错，啊，新加坡、澳洲、啊，美国收看呢都还很清楚，啊，那边的同修打电话告诉我，我也常常去问。现在换成这个宽频道啊，方便太多了。啊，所以常随佛学，才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你才能观察到甚深法界藏啊。啊，也就是说，在一切事物当中，你都能观察到性体，我们常讲的任何一法任何一无，啊，佛教是用法来做代名词，啊，小的微尘，啊，毛孔，到诸佛刹土，虚空法界，啊，都用这一个法做代名词，一一法中
我们在相上能见性，在事上能明理，在因上能看到果，在果上能够看到因，这就叫观察甚深广大法界藏。这种观察开始学的时候是要作意也，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做观想啊，纯熟之后啊就不必了，完全回归到自然。法身大师完全是自然，丝毫无需作意。我们知道阿罗汉辟支佛还作意，全教菩萨有作意，比这个更高层次不需要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切时一切处，事事物应作如是观。